十五年纪下第六章一节，大卫各聚集以色列中所拣选的人三万，大卫起身带军队伊的众人去，要对巴勒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。这个约柜就是坐伫两个基路伯的中间，万军的耶和华留名的约柜。三节，因将神的约柜对山顶阿比拿达的家滚出来，下伫新车里。阿比拿达的两个仔俄撒甲阿希约赶这个新车。四节，因将神的约柜对山顶阿比拿达的家滚出来的时，阿希约行伫柜的头前，大卫甲以色列的全家伫耶和华面前用香叉制作各项的乐器，甲琴、瑟、玲珑鼓、拨、锣来作乐跳舞。六节，到那群的五谷场，因为牛掉达，乌撒就伸手扶神的约柜，神耶和华对乌撒生气，因为这个错误来打死伊，伊就死伫神的约柜边。八节，大卫因为耶和华打死乌撒，心无欢喜，就称迄个所在做比列斯乌撒，直到今仔日。九节，迄日大卫惊耶和华，讲耶和华约柜敢通运到我家？对啊呢，大卫唔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入大卫的城，却运到加德人俄别以东的家。十一节，耶和华约柜伫加德人俄别以东的厝三月日。耶和华赐福予俄别以东佮伊的全家。十二节，有人甲大卫王讲，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予俄别以东的家，佮一切属伊的，大卫就去欢欢喜喜的将神的约柜对俄别以东的厝更到大卫的城。十三节，跟耶和华约柜的人行六步，大卫就献牛佮肥的羊做祭司。大卫穿幼麻布的衣服，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。这样大卫跟以色列的全家出欢喜奔扫角，将耶和华的约柜扛上来。十六节，耶和华的约柜入大卫城的时，所罗的查某仔米迦对窗仔门观看，看起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，心内就看轻伊。十七节，众人将耶和华的约柜卷入去，下伫所预备的所在，就是伫大卫所搭的布棚里。大卫伫耶和华面前献烧祭甲平安祭。十八节，大卫献了烧祭甲平安祭，就奉万军的耶和华的名，甲百姓祝福，佮分予以色列众人，无论男女，每人一个饼，一块肉，一个葡萄饼。众人就倒去各人的厝。二十节，大卫倒来要甲家属祝福，所罗的查某仔米迦出来迎接伊，讲以色列王今仔日伫新伯会愈比目睭前裸体，亲像一个卑贱人，无畏见小裸体一样，有偌大荣耀啊！二十节，大卫对米迦讲，这是伫耶和华面前，耶和华已经拣选我，废无你的老爸，甲你的老爸全家，设立我做耶和华的百姓以色列的君王，所以我要伫耶和华面前跳舞。第二节，我也要搁较卑微，家己看作卑贱。你所讲的遐女婢，因颠倒要尊敬我，所罗的查某仔米迦，到死的日无生囝儿。